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？就行，干净就好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要几岁啊？30几到40。好，有点难，今天可能找不到，我之后找到再跟你讲。我们就保持联络，我觉得有点难，因为三十几那边很多都结婚了。好，最好成熟一点。我就喜欢比较熟男。哦，好啊，我就说熟男啊。可以。那你做什么工作？纹绣师。纹绣师哦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瑞尔。我可以跟你加 IG 吗？好啊，可以啊。好，麻烦一下，在哪里纹绣啊？在附近而已。在东区哦，啊，可以啦。我找到熟男再搭去你店里就好了。因为他眉毛很浓，可能需要。不，你可以帮他指甲彩绘啊。哎，你。哇，很多人追踪哎。啊，你有在拍照哎、嗯？那你是哪一国的混血？隔代。嗯，隔代。我女朋友也是隔很多代啊。你是荷兰吗？对啊。荷兰的哈。那你大概166。166。我把条件记在这里面，然后我找到了，我打赖给你，让你确认。好。有点难，可是值得挑战。因为现在年轻人比较多。东区年轻人很多，我找到30几岁的人都结婚的比较多。那你什么星座？处女座。休闲娱乐是什么？我喜欢去海边。还有嘞，吃美食。喜欢吃日料。那你今年有什么目标啊？希望可以遇到一个稳定适合的对象。好，我来找。你开的条件比较难一点，熟男都结婚的比较多嘛。你做纹绣遇到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？可能会遇到客人会比较要求。那你怎么克服？做到他满意为止啊。处女座就是完美主义者，做纹绣还蛮适合的。好，我来帮你找，然后我找到了，我讯息这个给你。好，谢谢。如果是今天，我就马上打给你。好，如果今天找不到，我会跟你讲。我就是下礼拜三才会开始找，我们一二休假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菲尔，再见。好，祝我好运，拜拜。我去找了，再见。过了几天，等一下要去拿个东西。来龙舅，好啊，你喜欢什么型的？我来帮你找。太好了，你几岁啊？29。哦，很棒的年纪耶！太好了。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？喜欢眼睛漂亮。还有吗？就这样。那你是做什么工作？地勤。那你是念航空系吗？不是念体育。本来是什么的？本来是导护犬。那你叫什么名字？小玉。180。八。那你休闲娱乐嘞？现在会去运动、旅游啦，出去走走。那你是什么星座？天蝎。来，我来跟你接 IG 还有 LINE， 没人见，是要给我们喝的。那个女生有吗？有啊有。哇，你好好哦，我还帮你准备花哎。那我来，你等一下送她花。那刚刚好有客人，然后她用到5:20出来跟你见个面。好耶，好棒哦。哇，她好客气哦，还帮我买喝的。哇，我们找到这个男生，又帅又有礼貌又贴心，怎么那么好？心情如何？很紧张。哈，看不出来，感觉好平淡哦。没有表现在上。适合当内热。你是万人内乐的人哦，经理已经。哇！等一下，我会叫他找一个带花的男生。因为他跟你说找不到哎。那你大学是读台体？国体，体育推广。哦，体育推广系。哦，好漂亮哦！来，这个给你送他。情人节嘛，要交换礼物。来，这个见面。你等一下要找一个拿着花的男生。好，走。我拿着这个。对，要跟他交换。好紧张哦。那你自己找哦。有找到吗？哇！情人节快乐！哇！过来，跟你介绍，他叫做 Benson。对，他叫做 Mona， 然后他现在还在上班，他在那个美甲店，是吗？对啊，专门做美睫美甲，对不对？对啊。然后他是隔代混血，他喜欢运动，他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出去外面踏青，喜欢出去玩，有空可以约他。喜欢旅游吗？啊，就现在不行。可以做国内的啊，国内的，去澎湖、金门、小琉球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，你们有空可以约起来。来，互看10秒，看眼睛，真诚，10秒，3、2、1，Go， 10。可以，开心吗？开心，很像恋爱的感觉啦。有看月一下，你真的单身吗？对啊。但单身多久？1年。哦，很久嘞。那也单身很久了。好，那我们来个分数，好的。你要给他几分？满分是100分。85。是不错吗？感觉好像有健身吧。有。是他的蛮厚实的。肩膀很厚实。好，我要去问他。好，等我一下。那你要给他几分？95。哦，蛮好的，为什么会给95？觉得整体看起来不错，气质也不错。好，约约看。好啊，回来。看起来很高哦。真的吗？真的啊，你要不要听听看？我偷偷跟你讲。哇。不错啦。
不会啦，你们要聊，你们要聊，聊聊看。他万人内热的，你不要看他现在这么冷静，内心很澎湃了。眼睛漂亮吗？漂亮，很漂亮。谢谢。谢谢。那我们来互动一下，你就说有什么互动。我的脚好酸。没关系，我抱你。好，来，你要小心哦，抱稳哦，好。来，勾勾勾。很轻啊，啊哇，很轻啊，很轻啊，几公斤啊？48。哦哇，你看看，好绅士哦，看的手好绅士哦，你看，而且刚刚还买他还买饮料送，真的啊，他人超好的，他还送我女朋友喝，哈哈，喝两杯，棒，好，慢慢下来，慢慢下来，谢谢，啊，很好，好啊，那你们要联络哦。啊，我觉得不错啊，拍张照。你可以来我的联谊吗？联谊？对啊，我办联谊。真的？好，那谢谢。那这张选。那你有单身吗？对。真的？我要办联谊，你要不要来？有喝的，有吃的，你们自己确定之后，我讯息。好。应该可以，说之后吗？对，确定。我那个。没有联谊过哎。谢谢。活动正式出来，再给谢谢黑哥。不会不会，来这个要出场。来耶！好，谢谢。好，听起来很有趣。那我跟你讲，来不错。好，要记得来哦。好，记得要来。大家好，我是黑男。我们即将呢举办我们第一场的联谊活动，欢迎单身的男女报名参加。报名方法呢在影片下方的连结，我们一起摆脱单身吧。